就着牵绊，连着从相遇到遗憾，梦醒的时候心跳慌乱，是你悄声在我耳畔，前世的夙愿若未圆满就重来，悲欢镌刻在脑海，离奇时的轮转，苦乐都与你作伴，重逢并不是偶然，是我为你而来的勇敢，我的爱你明白，生生世世只为你存在，我不怕命途多舛，只怕与你失散在人海，我不管祥云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把我们未来的日子都想好了，等我们成亲之后啊，我所有的家财包括我都归你管。少爷，木头，真的是木头，你好眼光啊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木头啊，又硬又木，百年难得一见呢，买一个吧。嗯，哎，赤壁，你先和陆凤把东西送回去，你们小姐我去追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小云，小云，让好的朋友。小云，小云，哎，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如果第一套方案失败，那就实行第二套方案，拜哎，空空，来来来，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来，为我们的美好姻缘补上一卦。嗯，好。二位算姻缘？嗯。哎呀，哎呀。啊。大师啊。怎么回事？不妙，不妙了！二位那是生生世世遭到诅咒的怨侣，若强行在一起，不是生离便是死别啊！啊！骗你就是个骗子，你这些东西你就公子，我不是故意不是故意道破天机的，还有空空、但是并非有意要诅咒我们，而是好心提醒你，不会怪他的。就算天意如此啊，我们也一定要在一起，如何？这血光之灾在所难免啊，空空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没事的，和他有真本事还会在这儿摆摊啊，不过是江湖骗术罢了，不足为信的啊。走了。哎，空空，空空，你等等、我突然想吃肘子了。吃肘子？哦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去买。不要气馁，接下来都安排好了。恩公放心，一切也安排妥当。嗯，现在除了要解除婚约，就是要找到英石了。嗯，找英石？这是英石的画像，我和他约定过一同历劫，现在想来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。嗯。恩公，这有难度。哎
呀，子规，这可是你成为普通凡人的必经之路。祥云，我们一定要选这么偏的一条路回府吗？有你在，再偏僻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可是用1000兵力击退20000大军的陆少将军，难不成你相信了那道士的话了呀？怎么会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若真是怨侣的话，我早就出师了。啊，咱俩现在手也牵在一块儿，不也没出师吗？来者何人？因何挡道？要你们命的人！啊，空空，我好害怕呀！他们该不会就是道士所说的血光之灾吧？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奉劝各位，若是不想有事的话，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是。钱呀！没吓着你吧？快走！啊！殿下，二皇子那边的人已经动手了，恐怕这一次陆少将军会有危险。哦，只是什么？宋府的祥云姑娘也在现场。你说什么？空空，他挟持我，放开他！你给我拿！空空，你看，你再不束手就擒，他就要对我动手了。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别过来啊！把弓放下。冲我来！若敢动他一丝头发，我杀光你们所有人！听说陆少将军剑法出众，是百年难遇的将才。若今天废了你这条胳膊，不知是否还能统兵打仗呢？别碰他！心疼了？今日这姑娘能否留一命，就看陆少将军如何表现了。
哎呦，姑娘，他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小女子路上遇到了劫匪，我朋友伤势极重，还请贵人搭救一番。姑娘，修明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景禄啊，少爷，少爷，你们两个快去找大夫。是，快。今日之事，多谢殿下出手相救。湘云姑娘客气，我与陆少将军本就是朋友，帮忙也是应该的。看修明殿下这样子，定然也是喝了忘川水了。不知殿下在瞧什么？啊，湘云姑娘，真是像极了我的妹妹。她在宫中烦闷，正缺一位像湘云姑娘这般洒脱随性的朋友。不知姑娘空时，可否去陪陪她？那是当然，殿下与我和陆长空都是救命恩人，更何况我们那时候在县。总之，日后若是殿下有用得到祥云的地方，尽管招呼，祥云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那本王就先走了。殿下慢行啊。老宋，你明知道有危险，还带长空去这么偏僻的地方，你让我怎么跟你陆伯伯交代？那我也不知道那刺客是真的吗？你还有理了你？那我也差点受伤啊，你怎么都不关心关心我呀？你，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，陆大人、陆夫人，少将军生命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伤比较严重，需要多疗养一些时日。那好，谢谢，那我告辞了。好，怎么回事啊？让你找些戏子来，结果你找来一帮杀手，你杨公的小命都快交代了。我找的那些人压根没去啊。原来这凡间的人并不是都像恩公一样倒霉，还有人拿了钱不办事直接跑的。就你这个脑子，我下次怎么交代你办事啊？恩公不要着急嘛。不要着急啊。再不着急，杨公的命就没了。没别的办法了，先演过去吧，反正不能让出空仙君知道我喝了忘川蜜，要不然死得更惨。赶紧醒醒，你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我也活不成了。陆长空，你醒了。你刚才说，我若是死了，你也就活不成了。那当然，陆长空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故意走那条小路，你也不会受伤了。这事儿不怪你啊，反倒是我连累你了。
照这架势，姻缘阁多一靠山女婿指日可待啊。洪宪翁，恭喜恭喜啊。都是你的功劳，同喜同喜。等着小祥子和楚宫仙君结成神仙眷侣，成为天界的美满佳话。那咱们可都是能和战神沾亲带故的人了。哎呦喂，来来，喝一个喝一个。这小祥云，要不是我知道你和罗望川密，我都当真了。这是我娘给我的长命玉，说怕我是生来受苦的命，保佑我长命百岁的。给你，你这辈子一定要长命百岁呀。湘云，你对我真好。身体的，此话当真？嗯。若真如此，我就是受再重的伤，也值了。只要你记得我的好，日后留我一条小命就好。啊？傻瓜，我保护你还来不及了，怎么会杀了你？那我们拉弓。哦。说吧。天地在上，不管何时何事，你陆长空都不能杀祥云，永生永世都不能。等会儿，这算什么誓言嘛？啊？你就说，你答不答应吧。答应你。好点了吗？属下无能，让他逃过一劫，还请主上责罚。哼，废物，这么好的机会还能让他逃走？主上息怒，请再给属下一些时间，属下定能取他性命，让他死于此劫，再难复生。罢了，他毕竟是六界唯一的金麒麟，哪怕这一次毫无法力和记忆，他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切记谨慎行事，不要让他察觉到任何异常，否则万一杀他不成，待他记忆恢复，说不定会坏了本座大事。是，属下谨记于心。爹，手伤好些了吗？啊，药效很好，我觉得好多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此事，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行查司的护驾，难道是冯都尉？冯都尉素来与二皇子交好。二皇子向来看不上我们陆家，想必此事
应该就是二皇子的手笔了。哼，这个人竟然胆大包天到如此地步。爹，如今几位皇子都长大了，立储之事上爹没参与吧？当下朝局风云变化，陆家又在风口浪尖之上，这件事为父心里有数。你只需要养好手伤，皇家武社在即，众叔伯都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可要多加努力啊。哦，对了，三皇子差人给你送了一些名贵的药材，日后你若见了三皇子，可要好好拜谢。宁王殿下，此事你还不知道吧？是宁王殿下将你和祥云送回陆府的。他怎么会知道？好了，好好休养吧。哎。什么愿望都能实现？当然，公子瞧上哪位姑娘，只要写在这祈愿符上，把它挂在前面姻缘庙的祈愿树上，不消多久，所有的愿望就都能实现了。太好了，我要找人。找人？啊。小姐，我刚瞧见一位公子拿着画像在找你，而且见人就送了一张，还问认不认识英石姑娘。把这些分去文康。是。少爷。嗯。少爷，宋小姐来了。哦，对，还要给你熬汤呢。真的啊？在哪儿呢？哎，少爷，哎，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这点不开窍啊？哎，少爷，你若是想实时见到宋小姐，此时就应该回到床上躺着。我与祥云青梅竹马，不需要做这种事。少，那我请宋小姐来了。快去。是。少爷，少爷。哎呀，少爷，宋。小爷，小爷。在哪？我在这儿。慢点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不会有事的。昨天不都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今日越发严重了呀？啊？哦哦哦，这个病情，来势汹汹，反反复复，应该约莫是内伤。内伤？这么浮夸的演技，当我傻还是瞎呀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内伤，快去倒点水。哎，好。姑姑，你没事吧？宋小姐，水来了。哎，少爷，你这手臂不是都没有知觉了吗？这憋点眼睛，还能再假一点吗？没了知觉了。没了知觉了。所以这以后啊，汤药啊，茶水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就由了宋小姐亲自喂了。姑姑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拒绝啊？还装？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一点知觉都没有吗？一点知觉都没有。你小子还挺能忍啊。怎么办呀？小云，小云，我空空，干什么呀？我没事啊。我其实不如让本王瞧瞧。宁王殿下，听闻陆兄久病不愈，本王特意过来看看你，不怕陆兄和宋姑娘笑话。因我自小身子骨弱，颇懂得些偏方治疗之法，不如让本王替陆兄瞧瞧。就让宁王殿下揭穿你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好啊，反正都已经没了知觉了，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了，就请宁王殿下帮忙看看吧。不必了，你们之前关系不都挺好的吗？你就让宁王殿下帮你看看吧。陆兄无需跟本王客气。陆兄别急，这只是第一步。陆兄感觉怎么样？可有知觉了？不应该呀、啊、本王在。不用了，好了。宁王殿下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陆长空，你可要好好谢谢宁王殿下。不必客气。好多了吧？各位神仙大哥们，修行好，帮帮忙吧，让子辉快点找到英石姑娘。云空还等着我回去交差呢，拜托了。云此次回京城，所求之事一切顺利，不成功，便成人。小姐，就是他。伤没知觉，这汤味道有你好受的。湘云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宁王殿下去陪陆长空吧，这里有我就够了。无妨，陆兄还需要静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熬的秘制鸡汤，你看看。小心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你看。对了，夫子好像说过，凡人的身体，淋雨是会生病的。你在这里等我。嗯。这伞我买了，你不说话，那我就当你是同意了。毕竟男人嘛，
林仙宇算什么？我试着安慰我自己，如果天天下雨就能解释，今天你不来是因为要下起雨，我淋湿了心，所以你是雨后天空已放晴，我是住在雨季的心情。人世之间最绮丽美好，令人心惊摇曳的不过爱情。爱情，这就是爱情。女娲石溪那边情况到底如何了？一切顺利，那石头似乎爱上了一名女子。太好了，就让本座瞧瞧那颗石心到底是如何跳动的。还有一事，派出去的人回禀还是没能找到圣女。圣女逃离多年，会不会已经……不会，我与他同心相连，生死与共，若他死了我也活不了。现在本座安然无恙，想必他也一定在某个地方好好的活着。确定吗？这家客栈能洞悉陆府大门的所有情况？是的，小姐。走。他们去了这家客栈，那我就去那家客栈。你说这个宁王殿下三番四次的接近我，想来目的并不单纯吧？哎，少爷，你说说，这宁王殿下是不是对宋小姐有意思？连你也这么觉得了是吧？我又不傻。你打小与宋小姐有婚约，岂是那宁王殿下能随意插足的？我倒是不担心祥云，我只是觉得……虽然说这宁王殿下玉树临风，一表人才，但是也比不上你金戈铁马，驰骋沙场啊！哼，我与祥云两年未见，也不知道他最近喜欢什么。这还不简单？少爷，我早向翠碧打听清楚了啊。听说最近宋小姐不搞什么鞭炮炸药了啊，改读书了。读书？对，只要我们了解他平日里喜欢读的书，我们就能知道他喜欢什么了。嗯嗯，读书，读书。清楚呢，可是陆长空人呢？
陆少爷请。嗯。你跟这干什么去？这大太阳底下的，没有太阳啊。哎呀，反正你别看书了，书上那……等等，你让我这闲工夫，还不如探望一下宁王殿下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陪你的，看什么宁王殿下？哎呀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哎，好了，算我拜托你了。不去。以后你自会明白的。哎，答应你。那如此便甚好。湘云，其实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什么都会答应你的。天天下雨，夜色很阴。